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比喻品的重诵，重诵这个先诵这个比喻方面的，有总比有别比，现在讲的是诵总比当中第四段啊，就是名所烧之类啊，欲界的名所烧之类。就是指欲界众生他轮回流转的根本原因啊，就是因为有这个事实烦恼，就是五顿时五力时，这里以重诵的方式啊，详细说明众生这个五顿时五力时的这些烦恼的情况。那么这里是上次讲到五顿时讲完，现在是刚刚开始讲五力时，就是五力时的比方。经文在第92页第六行的开始啊，上次讲了一部分，现在为了连贯下文呢、再简单的重说一遍。这经文就是处处皆有离昧魍魉，这两句是总说明五力时的烦恼啊，是遍于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之中。三界里面啊，是五力时通通都具备，所以叫做处处皆有。处处指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有这五力时的烦恼。用离昧魍魉啊来比这个五力时啊，就是属于鬼魅啊，这个山上的怪物叫做离啊，这个家者里面发生的怪物叫做魅啊，木头石头所被这个其他的妖怪所依托而作怪的，那就叫做魍魉啊。那么这些以离昧魍魉来比这个众生的这个身见边见见取见借境取见邪见的五力时，这五力时就是在知见上出的问题，那么就是心地啊不够正确啊，被这个邪法呀所引诱而造种种罪业，信邪魔外道等通通都包含在里面，所以拿这个离昧魍魉啊来比这个五力时。既然三界之内都有五力时，下面就是顺着这个五力时的这个意义啊，拿这些鬼魅毒虫等等啊来做比方。下文有连着有三首颂，就是啊四句为一首颂啊，就是有12句经文，就是重诵的12句经文了、比方这个邪见五力时里面身见边见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五种当中啊，这里先说这个邪见，在五力时里面邪见呢、就是不无因果，不相信因果。那么对因果的不无而不相信，这个在这个五力时的烦恼当中是最严重的问题的，所以这里先比方这个邪见。夜叉恶鬼，夜叉是一种捷疾鬼，走得很快，以夜叉走得很快啊来比这个众生的邪见深入众生之心啊、这个邪见之际这个邪智啊也很猛烈的啊、所以能够破坏众生的这个正思。拿夜叉来比这个邪见的总一，恶鬼用鬼呀、比恶因果，例如说造恶业为因，那么感受苦报为果，用恶鬼
比这个恶因恶果，食贪忍肉，人比善因善果，善因善果，吃忍肉就是表示不无善因善果，食贪就是表示不无了，不相信，不相信造善因得好的果报，不相信造恶因得苦的果报，那么就是不无因果，用食贪了来比方不无因果，所以夜叉恶鬼食贪忍辱，就是表示有了夜叉这种的比方的邪见，破坏了世间的善恶因果，不相信修善因的好报，不相信做恶因受苦报，那么就是食贪，就是不无，那么这个文字上的意义啊，上次讲过就不必再讲，那么上次就讲到这个食贪忍肉，接下去毒虫之属，诸恶禽兽，俘虏产生，各自藏夫，这是说明拿世间的因果呀来做比方，说明这个世间的善恶因果为这个邪见所不无，毒虫，例如前面讲的毒蛇啦、丸啦、结啦，这些毒虫，俗就是类，这些毒虫之类，诸恶禽兽，禽就恶鸟啦，前面所讲的这个枭鹫，那些鸟类比较凶恶之类的例如印鸟之类，兽，例如前面所举的狼虎之类这些恶兽毒虫，哪来比作恶的果，恶的果报，比恶果报俘虏产生啊，是指这个毒虫禽兽之类的这个瘦身的方式，俘啊就是属于卵生，卵生太卵石发四身当中啊，卵是要由这个例如说鸡呀母鸡孵蛋然后才能够由蛋壳出这个小鸡所以要经过母鸡的孵才能生，所以孵是属于卵生，乳是胎生，吃奶的，胎生的兽类，例如说四脚的狐、狼、牛、马，都是属于胎生。真是指上面的毒虫恶兽的受伤的方式，或者是卵生，指禽类、鸟类，或者是胎生，指这个虎豹之类。他们的这个声音啊来比作这个恶因，俘虏产生啊来比这个造恶业的恶因，毒虫恶兽啊比这个恶果，比恶果，那么各自藏富这一句话呀，这是说明众生造恶业的时候啊，他都会隐藏起来呀，怕人知道的所以叫做各自藏夫，藏隐藏，他造恶业的时候隐藏起来怕人知道鬼鬼祟祟那么暗示亏心啊，那些都是隐藏起来怕人知道的，所以造恶业他不愿意公开那么做这个杀盗淫等业他不会想要公开的，他总是要让人不知道，是藏起来。富啊，富短，富短人呢，有这个过错啊，他自己就藏富，隐藏起来富就是自己的短处啊，不愿意给人家知道，所以叫做各自藏富。这是比方众生造恶业，他在有无力时的邪见，不无因果，他造这些恶业啊，
他起初开头的时候都是自己造业自己知道啊，不让人知，是隐藏起来的。慢慢呢，他就万外普遍了。他那个邪见如果成熟了啊，一般人认为以错为对呀、啊，他本来说是错误的，认为他是对的。那么有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啊，那么他那个邪见就普遍出来了。那么开头的时候啊，他们都是隐藏起来的，所以叫做各自藏夫。夜叉进来，争取食之，这就是指波吴夜叉比邪见了啊。那么有了这个邪见越来越严重啊，就是好像在哪里竞争啊，跟这个阵法相竞争了。由此啊，他就争取食之，吃比方薄无了，薄无因果啊。他对于这个世间的恶因恶果，他不相信，加以薄无，说造恶业能感苦报，他不相信，那么加以薄无，所以叫做争取食之。食之即饱。这是说他的邪见越来越盛行了，邪见成就了，他们就公开了，把他的邪见拿出来公开啊、那么显示他的邪见越来越至盛的情况，所以叫做食之即饱。恶心转之，他那个邪见的恶念，那种的不应该有的这个邪见的心念呢，越来越强盛了，那么因为他的邪见成就之后啊，慢慢跟随的人也多了，就是好像古代啊有许多啊依靠阵法来升起邪见而造种种的罪业，例如三国时代开头的那个黄金贼啊，那么起初他们都是隐藏起来，慢慢以借宗教的正确的方式啊来加以发展的，但是后来他就利用这个阵法呀而来破坏阵法，而甚至严重到造反了，弄得天下大乱，所以恶性就转之了。斗争之声，神可不威。斗争这是指这个彼此互相侵蚀那种的竞争情况，就发出声音来啊，那个声音是很可怕的，所以叫神可不威。这是说邪见发出他的邪论呢、邪知邪见的邪论呢、他说出有他的一套道理，说出他的那个邪法的一套道理呀，使得你听起来明明是不对的，可是你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似是而非的道理呀，很普遍的就盛行了啊。像古代的黄金贼啊，明朝的那个百年教啊，那么他们开始的时候啊，大家不甚了解，慢慢利用宗教普遍起来呀、那他的邪见就跟阵法相竞争了，那么道高一尺啊，他这个魔高一丈啊，邪法越来越盛，破坏众生的这个政见的问题就越来越加重了啊，所以神口不威。相信他的邪法，最后当时再生被王法之所处罚制裁，死了之后堕落三途啊，在第一恶鬼畜生里面受苦，所以叫做神可不威啊。那么这是世间的一些拿这个邪法的兴盛情况来比方就可以知道了啊。所以到了末法时代呀、阵法不兴啊，而邪法呀，邪魔就停魔乱舞了啊。那么这个邪法很盛行，很可怕的。真正的佛法要他老老实实按部就班脚踏实地去学习佛法，他不肯接受。人呐、总是好奇的，您如果弄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出来呀，他们就会相信了，而一般人就趋之若鹜了啊，那么越来越多了啊。例如说随便有个人说，哦，这个地方出来仙水了
这个鲜水吃下去啊，病就会好了，什么病都会好啊。那么好了，大家都来求这个鲜水，那么水没有了，连泥巴也挖回去啊，用泥巴去泡水喝啊。有没有好呢？不得而知，那都是精神作用啊，起初都是很普遍的，那么世间这类的邪法很容易普遍出去，所以这个邪见对于这个众生的正见呢，破坏的相当严重啊。古德有这么一句话说：“四次一般于男女呀，生造王法，死恶弊。”这些愚痴的男女众，他把这个邪法当正法，结果发生错误了。例如黄金泽到了最后都是脑袋搬家深造王法死了呢，因为邪见破坏众生的境界呢，这个罪过很重，那么结果啊就堕落地狱，阿鼻地狱是个最严重的苦果，深造王法死阿鼻，那最可怕的上面是比邪见上面的经文就是比邪见到这个斗争之身神口部位为止那么这是比的邪见，三四十二句下面有两颂半十句比戒曲非因即因，不是升天之因啊，往即以为升天之因，非因即因的这种邪见，这就好像印度的那些持牛戒持狗戒那些外道啊，不是升天之因啊，他希望执着认为是升天之因。因为印度的有一种外道啊他修这个世间的禅定也得到有点功夫了得到天眼通但是他没有他心。有一天他在入定的时候啊，看到一只牛啊死掉了，这个牛死掉了，他的灵魂呢升天了，升到天上去了，到桃李天去那么他就观察，哎，这个牛为什么升天啦？哦，他是吃草的，替人耕田的，拉车的，做这些苦差事而又吃草啊，因为那么像牛这样子吃草拉车拉犁耙耕田，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升天了，所以他就定下他的戒法来，他说跟他学的通通要学牛吃草，不准吃饭而且也不准用手去拿东西吃，要爬在地面上啊，用嘴巴去咬草吃，就是完全学牛了，把人呢、当牛看，完全学跟牛一样，只可以吃草。那么他还有学习拉车，像牛这样子拉车，而学习像牛这样子拉犁耙呀，替人耕田那么因此就由印度持牛戒的这种外道很盛行啦。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持牛戒的外道他很用心的持牛戒他想要问佛呀，他持牛戒将来的果报是如何，能不能升天，那么他自己不敢去问他就委托拜托这个阿难他说：“阿难尊者，我麻烦你啊，你替我问佛好不好的？你要问什么呀？”他说：“我是持牛戒的，我现在牛戒持得很好啊，持得很清净，将来能不能升天啦？万一假如我牛戒破了没持好那又怎么样啊？果报如何呀？那麻烦你问佛好不好？那好吧，我替你问。那么阿难就去问啦，那么佛当时对阿难说：‘他最好这个问题不要替他答复啊。’”他说：“人家问了不答复不好啊，他以为你是不懂啊，佛说如果我答复了，他会害怕的甚至他不相信，也许会诽谤的那么阿难就说了，他说：‘世尊呢，那你就实在说嘛，管他信不信诽谤不诽谤，我们人家问了就照实说他那么将来如何那么照实在的因果跟他说明，信不信由他嘛。’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说了那如果他持牛戒持得很清净，一点都不违犯，将来能不能升天呢？佛答复说：不但不能升天将来做牛有份一定做牛，
因为他现在已经学得跟牛样子完全相同嘛。他说牛界持好了，来生一定要做牛，因为他完全学得牛样子嘛，不但是不能升天，连人也做不到了，将来必定做牛。那么我呢再问说，如果他犯了戒了怎么办呢？他说犯戒下地狱。这糟透了，人不作为做牛，犯戒了还下地狱，何苦而作之呢？所以众生就是这么愚痴。这个戒禁取戒呢，以此为例这是一种例子呢。其他印度这种怪情况，怪的这个这个不相信这个正因的以邪因认为可以升天的这种情况在印度很多，例如这个熏烟的外道还有持狗戒的，还有持鸡戒的，奇形怪状什么都有了。下文有十句两松班，就说明这个戒取就非因即因的这个错误观念。鸠盘茶鬼，这个鸠盘茶呀是个问题，是个问题的名词了现在书本上是鸠盘图，但是究竟是鸠盘茶还是鸠盘图呢？这两种口音呢都由人在读我也为了这个名词啊下了好多功夫去查这个资料。鸠盘茶、鸠盘图，这是旧译，有些新译啊翻作聚满那，聚满那，有些翻作聚盘茶，茶是这个巡茶的茶，不是这个茶字，不是茶叶的茶，是巡查的查，查看的查，调查的查。那么这样看起来应当是查不是图，因为新译的聚满呢那不可能念成图的，那跟查呀比较接近。神字既然有翻成这个巡查的查呀，这个调查的查的查字音跟那个茶叶的茶是完全同音字的所以应当是个鸠盘茶而不是鸠盘图。再翻看日本人的著作日本的这个望月大词典里面呢他这个日本字啊，这个鸠盘茶呀，他写的日本字是苦半的，苦半的，苦半的，那个那就是茶不是图那么按照日本话来念呢就是苦半的，就是鸠盘茶不是鸠盘图，所以一般念成图字很可能是错误，很可能是错误因为这个会写成图字啊是因为这个曼陀罗，密布的曼陀罗，曼陀罗的图啊有些地方是用这个图字的，所以呀往往有把这个鸠盘茶写作鸠盘图。现在我们看的这个金盆字啊也是写成鸠盘图的楞严经的楞严咒里面有很多鸠盘茶。我在到佛寺里最初学这个早课的时候这个楞严咒啊在山上都是念的鸠盘茶，不曾念过鸠盘图的那么后来在经里面呢有些地方好像是念成图字，弄得这个茶图不分了，茶一图搞不清楚那么一直到多年前有一次我在讲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是讲到这个天龙夜叉鸠盘茶天童夜叉鸠盘茶这一句话呀，鸠盘图鸠盘茶发生问题了。那么因为有人提出来问呢，我就下功夫去查资料那么我多方面去研究出来，认为这一定是鸠盘茶不是鸠盘图，而新译翻作聚满那或者是聚盘茶那么没有翻成聚盘图的，所以可见这个应当是鸠盘茶，鸠盘茶不是鸠盘图不过不管它这个字怎么写，写茶写图不管它，念我们一定念鸠盘茶就是鸠盘茶鬼。鸠盘茶是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如果按照那个字音的原因翻译呀、啊，是瓮形，酒盘茶是瓮形，瓮啊，昂，咸菜昂迄个昂啊，哦，瓮啊，瓮形鬼，嗯、啊，那么就是因为他的形象有点像瓮形啊，他这个话不大好说，我不愿意说，不大干净了啊。那么指他身体生理上有这个瓮形的情况，所以叫做瓮形鬼，啊。如果越他的意义翻译啊，叫做口味鬼，口味鬼很可怕的鬼啊。怎么他这个样子可怕呢？这个《望月大辞典》里面呢，有画出他的样子来，画出他的样子是个马面，这真是牛头马面了哦。他头上有角，而又是像马的脸一样啊，长长的，而又是人的身。人的身啊，还有这个很大的瓮形，是一种很可怕的样子，看起来啊，你就会吓了一跳了，这可怕，这可畏鬼。那么这么可怕的鬼呀、啊，来比作戒曲，就是福音即音啊，以邪行之戒来自己是依靠这个邪戒啊，那么空浮高心呐、啊。所以叫做瓮形鬼。戒曲的写法呀是不正确的，因为是不正确啊，所以下面比方说蹲鸡屠夺，蹲鸡蹲是蹲下来啊，虚坐，怎么叫做虚坐啊？苦嘞啊，这个屁股没有坐到凳子上，就空着的啊，那么悬空而蹲下去，这种的做法叫做顿啊，居实坐，居坐了，实坐，坐到凳子里，两个脚往下排，这个叫做居啊，顿居啊。现在不是指下个字，不是指下面那个字，是指上面那个字。说他坐啊，坐得不实在，不实在是一种虚坐。虚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那个邪见呢是不正确的。不到地的，不正确的，好像坐啊没坐实在一样，是一种顿句的虚坐。那么就是说明他这个邪戒呀、啊，邪音呐、啊，不能成为正果，不能升天，十牛戒不能升天，好像虚坐啊。你就是苦的再稳呐 啊，反正你没坐到地，就是虚的，显示这个邪见的戒音啊。啊，他这个戒曲啊是不正确，啊，屠夺啊，那个夺是一个，泥墩啊，就是这个屠啊，是一个高处高起来的这个屠啊，屠夺，这是说明呢，他是蹲在这个土堆上面啊，苦底下的土也顶草啊，哦，那说明他这个蹲的地方也不实在，蹲的地方也不实在，不是个凳子啊。啊、哦，他蹲的是一个泥土的土堆啊、这个小土堆不实在，他没有坐实，这个很危险啊、那么稍微一摇动啊，他就要倒下来啊、这是比方他那个戒曲啊，福音即音，不正确的戒法把它当作真的，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很危险，会倒下来的。接下去说，或是礼第一次二次，这是说。他们修的其他的邪戒呀、邪法的戒啊，他也有可能由这个戒的功用啊，那么不是指的牛戒狗戒了，另外外道也有比较好的戒法，比较干净的如法的戒法呀，就是助人升天了啊，他可以离开这个土堆啊，往上升，升多高呢？顶多升上一尺，再高一点就是两尺二尺，不能再高了。他这个比方是什么意思呢？离地一尺，比喻他有这个定功啊，如果四禅修成就啊，可以升到十界天，升到十界天啊。外道的邪法四禅修成就，顶多升到十界天啊。那么二尺比无色界，二尺比无色界，他再高呢可以升到无色界啊，就是非非想定啊。
回回想定向玉头兰佛，他就升到无色界，就是二次啊，升到无色界，顶多升到色界无色界，但是他的这个业报完了还是要堕落，业报满了一样要堕落，是那是不永久的啊。那么显示这个戒局的邪戒呀、啊，不能够出三界，不能出三界，顶多升到色界无色界天，不可能超出三界。那么所以接下去说往返游行啊，总力喜息啊，这只是他在这个三界里面呢、啊、来来往往，往比喻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返回来欲界，又堕落回来欲界，甚至严重堕落三恶道啊。那么只在三界里面的来往游行啊，没有办法超出三界啊，所以叫做往返游行啊。而在这里三界里面来来往往啊，当作游戏一样，所以总一喜息啊，放荡总一啊，就是说他放一啊啊，随意自知。那么修那些邪戒，因为这样子可以升天，可是呢就没有办法超出三界，只在三界里面呢来来往往啊，好像小孩子在哪儿玩在哪儿游戏的情况一样啊啊。捉狗两足扑令失身，这些都是一种比方啊，如果那个里面的含的道理不明白，实在是读起来没有什么意思啊。足国两足就是跟狗玩了，跟狗玩啊，把这个狗后边两个脚把它抓下来一扑，让它倒下去，这个狗倒下去就汪一声嘛，就是扑令失声啊。那么这是比方啊，他这个外道的邪法的戒呀、啊，啊，他执着认为可以升天啊，但是他也有一种功力呀、啊，能够暂时扶住贪心的烦恼。不会升起现行啊，狗的两个脚啊，就是比这个有利贪跟无利贪，有利贪跟无利贪的两种贪心。抓住啊，足抓住，抓住就是比方啊，它能够扶住这个贪心，暂时扶住贪心啊，而让它不起现行。哎，你再想想，例如说他吃牛腱吃狗腱，贪心扶不住他，能够做吗？能够做吗？他肯爬在地面上吃草吗？他肯去拉车吗？他肯去拖犁吗？所以他必定能够把这个贪心啊暂时压不住，暂时压不住，所以暂时能够把这个贪心压住不升起现行啊，就好像抓住这个狗的两个脚让它扑下去啊，发出声音来，这比方啊，他能够感到当时啊扶住烦恼的好报。接下去说，与脚夹紧，不苟自落。用自己就是这个外道啊，自己两个脚夹在这个狗的脖子上，脖子上夹在狗的脖子上，用两个脚把它拉下来，拉下来，然后用两个脚把它啊架在这个狗的脖子上啊、嗯。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外道修这个四禅八定啊，他能够扶住心里的觉观烦恼，觉观寻词了，心意叫做寻词啊、嗯，他把心里的这个升起妄念的那种功用啊，他能够暂时压服住，所以用脚夹住狗的脖子，嗯，让他爬不起来。这就比方他这个妄念呢、啊，能够暂时压服住啊，而不使他升起现行啊。这好像这个无想定，无想定啊，非非想定。外道修到无想定，心里不起念，念头不起来，好像石头一样。无想定，那么这就是与脚架啊、夹在这个狗的脖子上了啊、脚有两个了，能抵卡了，一个是比无想定，一个比非非想定啊，功力最大的啊，非非想定，升到非非想定，非非想啊，也不是有想，也不是无想，那种的境界比无想更维系，
所以叫做非非想定。那么这就是要使这个心理的妄念呢、啊、能够暂时压缚住，不起现行。那么这样子一微啊升到这个无想天呢、啊、非非想天呢、啊、一微就近了，好像证到涅槃了啊、以此为乐啊，所以叫做不苟之乐啊，使苟恐怖啊，而自己在哪里玩苟当作快乐。这个比方就是说，他不是涅槃之因啊啊，忘记希望的执着，认为是涅槃之因啊。那么在这个无想定升到无想天，非非想定升到非非想天，以这种情况啊来说明他这个四禅八定的未禅的功力啊，也能把烦恼暂时降服，但是断不掉，断不掉啊。那么等到这个无想定五白大劫满了，他又啊有想了，又要造业，又要堕落。非非想定八万四千大劫满了，照样要堕落，就说明这个不苟之乐啊，他自以为是涅槃，实际上是不是的，所以叫做不苟之乐。苟比他的这个烦恼妄想啊、不比降服他，暂时降服啊、不是涅槃，以为是涅槃啊、认为最快乐的，所以叫做不苟之乐，就是非涅槃因啊，忘记以为是涅槃之因。上面是比这个五力识的第二戒取，戒取执着于邪戒呀、啊，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因为可这样可以升天啊，那么这种的错误观念，那就叫做戒取。下面接着有六句经文，一首诵伴，是比方这个身见，身见。众生的五力识当中啊，身见最根本了、啊，啊，那么其他的边见、见取、戒取、邪见等啊，完全由身见来的。所以接下来的下去的经文说：福有诸鬼，其身常大，若行合受，常住其中，发大恶声，教福求食。这六句经文呢、啊、比身见啊、这一套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身见了啊、纵然邪见现在不会着了邪见啊，没有那么严重嘛啊，那么我们也懂得佛法，也不至于有这类邪见，可是这个身见就很严重了。身见我们大家一样是有的，没有证出果之前大家都是一样有身见的啊，就是我执，我执。佛有诸鬼，还有五力识里面只说过邪见戒取两种啊、现在有说身见，所以说还有啊、诸鬼所有的历史当中的邪见呢 以身见最多，身见为根本，所以叫做诸鬼。鬼比五力识，而这些五力识当中以身见为主，而能够包含其他的四种邪见，所以叫做诸鬼，诸是很多。这个身见呢，其身长大，身就指这个身见，长就是数入三世即我啊、过去是有我，未来是有我，现在是有我，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执着有我，这个叫做常。常越时间论，越时间论叫做常，就是众生执着有我，过去是有我，现在是有我，未来是有我，在三世中执着有我见，这个叫做常。大越恒论，越空间论啊，那么这是越五蕴，五蕴诸法色受想行识，以这五法执着为我啊。例如说知这个色法为我，执着这个受为我，知想为我，行为我，识为我，六十二间就是从这个五蕴即断肠，直断直肠而起的这个啊，我见啊。
例如说色蕴，知色蕴是我啊，那么色大我小，我在色中；色小我大，色在我中啊。那么像这类的执着啊，那么每一蕴有四法啊，即非双非双是啊。那么一蕴有四我，那么五蕴呢就有二十种我了，再加上执着过去式的五蕴、现在式的五蕴、未来式的五蕴，各有二十，那么就是六十间了。再加上断肠二见的根本见，就是六十二见啊。那么就是因为有这个身见的执着，在时空当中执着有我，所以就成为啊详细繁衍以为六十二间，后边都有说到啊。那么以这个执着身见为主啊，这其身常搭，就是比众生的这个执着身见啊，越时间越空间啊，五蕴三际啊，夫论这个我间，那么是成为众生的最严重的身见的执着，所以叫做其身常搭。若行黑瘦，若行是不穿衣服啊啊，这是由了我见呢、啊，以我者自在意，那么由我了执着自在，那么不肯修善法，那么没有惭愧心啊，不肯修善法，没有惭愧心，就好像人没穿衣服啊，叫做落行啊。黑，比这个恶法啊，佛法里面往往啊用白跟黑啊来比这个善恶，白法比善法，黑法比恶法。黑就是由这个我见呢、啊、造诸恶业，因为我只有身见就造诸恶业了啊，所以黑就比这个以恶业而自庄严了啊。没有功德的这个没有功德之肉啊，所以就瘦就没有肉了啊，三比八了哦，三比八很瘦啊。这个客家话一重皮薄把骨，你看这个人有多瘦啊，比猴子还要瘦啊，猴子还有点肉啊，他瘦的就是皮包骨头没有肉，那就瘦得不得了了，所以就是瘦。又黑又瘦，瘦比什么呢？没有功德之肉啊，肉比功德，没有功德之肉，不修善法，没有功德之肉，所以瘦，造诸恶业，所以黑啊，黑造恶业，瘦没有功德，没有功德之肉，所以又黑又瘦，没有惭愧，所以落行啊，落行和瘦。常住其中，其中指三界，指三界，我见不破啊，永久在三界也。大家注意这句话，你不要看很平常啊，常住其中啊。因就让大家了，为少的，因就让大家啊。那么永久就住在这里啊，这是你的常住了，在三界里面，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你的常住。你不想走啊？叫你到极乐世界去，这里好啊，蛮好嘛，嗯、啊，很享受啊，我不想走，嗯、啊，常住其中。简单说，恶见不除，身见不除啊，不破我执，没有办法说三界。啊，不管你怎么修，你修什么法门，不管你修什么法门，身见不破，我执不破，永久在三界内，超不出三界。纵然要念佛往生西方，临命终时，如果这个我见放不下，也是照样被他拖住啊，超不出。嗯，那么因此之故啊，他在这个三界内以苦为乐啊，发大恶声。执着我的心、我的身、我的一切啊，那么一切都执着于我啊，那么所以发大恶声，就说明他呀啊，由这个执着于我升起种种的高论，教福求实啊。那么在三界内轮回流转很苦恼啊啊，他也希望有能够得到一点饮食啊，求实，希望得快乐，得快乐，有的吃不就快乐了吗？无糖驾都安乐啊哦，那么有的吃就快乐，他也求快乐，可是在教在福，希望求吃，但是不修善法，
不修善法怎么能够得到快乐呢？这就是啊，只希望得果而不肯修因，只希望得果而不求修因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众生的身见啊。这里最重要的，我们的居住常住其中，有了身见，有了我知，你应就大家不造造为料啊。假如你的身见丢不开，执着于我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啊，也是矮盖哦，你执着有个我，这个我执着放不下啊，你总然念佛，我如果放不下的话，阿弥陀佛来接你，你回头就走了啊，不愿意去，我不卖造啊，那就变成了想要往生也不能成就，就是这个我见最严重，常住其中。记好，我们不要常住其中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次。